冇所謂係咪啊？喂，大家嘅節目主持人 Adrian，Hello， 大家好，我係 Isis， 大家準備好未？ 準備好就好啦！今日咧，我哋請嚟咧三隊一男一女嘅參賽者上到嚟我哋嘅遊戲節目上面實行玩轉校園、玩轉全院校嘅。再俾啲聲，佢哋聽下先啦！哇，睇嚟佢哋個個都好精神啊！即刻介紹我哋出場啦！第一隊嘅遊戲大玩派就係勁玩派。Hello， 我係勁玩派嘅 Nico。我係 Jason， 我哋勁玩派遊戲實贏曬。 似模似樣喎，不如我哋請第二隊啦，藍玩派。我係 Carson， 我哋夠曬勁，藍玩一定勝。哇，壓曬穩咁啊！睇埋第三隊啦，送玩派。我叫 YoYo。Hi， 我係 Maurice。 一二三，一係唔玩，要玩就上玩。好勁啊！聽落去都似模似樣咁啊，大家。 冇錯啦，咁啊，梗係呢個時候咧，一定要同大家講下啦。今日我哋會進行兩個遊戲，完成咗第一個遊戲之後，我哋嘅鬥費二人三足形式，佢下一個遊戲點，最後仲有一個俾大家逆轉機會嘅時刻，成績最差嘅就要接受大懲罰㗎啦。係啊！你哋啊，問下先，你哋覺得邊隊會輸？我覺得我會贏。勁玩，勁玩，勁玩，我哋贏。好啦，等我哋拗嘅時候咧，不如我哋亦都馬上進入我哋第一個遊戲環節。 游戏一，唔好搞我块面。女队员描述手持图案，而男队员手持住唇膏。按指示喺女队员面罩上面画上相应嘅图案。过程中唔可以直接讲出答案啊，否则就要暂停10秒噶啦。哇！听完游戏讲法，即系话呢个游戏考你咩呢？一个字定啊！系啊，唔止定啊，女仔咧仲要描述得好添。咁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我哋游戏正式开始咯。3、2、1 ，Let's play！ 干擾下佢哋先啦，我哋。咦，你畫咩 pizza 嚟㗎呢個 ？pizza 面係咪啊？幾多米啊？呢對？然後咧，嗰個嘴係打橫嘅，打橫一下，係啦，個嘴係打橫一下嘅。係啦，哇！睇到好似好似有3滴汗嘅。有3滴汗。係啦，咁但係有一滴氣。3滴汗。等陣先，唔好嘈。係啊！做咩落？唔係啊，我想。你要停10秒啊！唔係啊，靚嘅喎，其實佢。我走。 準備啊！導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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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一二一二，佢爛咗啊！哇！佢又爛咗，佢又要壞咗，又要壞咗啊！喂呀，唔可以偷雞㗎你！我哋得嘅，加油！一二一二，系咪到啦？到到到！啊啊，升嚟升嚟！哇！头先玩完第一个 game 啊，见到三队咧都系搏晒命咁玩啊，战况激烈啊！大家话系咪啊？系。如果真的有出貓的情況，我們會加翻啲時間俾佢嘅，盡量做到公平啲啦。不過大家唔使咁怒氣嘅，嚟到第二個遊戲啦嘛，咁梗係就可以俾大家醉飯啦。而且大家頭先玩得咁投入咧，我哋會請大家食燒雞。遊戲二行運燒雞。
每组先从三款神秘酱汁入面抽出一款，然后男女组员各执烧鸡一边，用力扯开，再抽签睇下边个食晒手上面嘅鸡啊！最快食完嗰组就赢噶啦！嗱，而家三组嘅大玩派咧已经各就各位啦，究竟佢哋好唔好运，会抽到啲咩酱汁呢？即刻睇下啦！揭晓酱汁 ，show 俾镜头睇，噔噔噔噔，系咩啊？哦，睇嘢，哦，系好嘢嚟嘅。其实九唔搭八酱汁咧，即系我哋嘅沙茶酱，咁都 OK 嘅。你哋其实食唔食得咁浓味嘅嘢噶？唔得啦，都唔得嘅。我准备咗饮品嘅啦。系啦，嗱，咁啊，饮品时候啦，自己落啦。喂，哇，太好啦，好啦，就咁啦，好唔好啊？哇，佢呢个沙茶酱。就抽到有呢個嘅辣辣啊，燒雞醬，燻火燒雞醬，你哋兩個辣唔辣得啊？呢個勁得，真係辣得啦，辣得即係人哋都咁嘅時候，你就唔係咁。三個字冇有怕，冇所謂係咪啊？均勻啲啦，均勻啲 ，OK， 即係唔好多啲係咪？好啦好啦好啦 ，OK 啦，見唔見到 ？OK 啦，啊，準備啦喎 ，On your mark， 準備，三、二、一，是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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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救啊！佢好我頂啦，真係！我好想幫你啊，但係可惜冇啊。咁啊，你係男玩派，我哋 OK 嘛？好勁啊！好食！哇，好 sweet 啊！我覺得你哋。得啦。飲啖嘢，飲啖嘢，飲啖嘢。嚟嚟嚟，飲曬。啲喊出嚟，大佬咁啊！我飆曬汗，好啦 ，OK 啦，走啦走啦走啦，領先嘅爛玩組啊，率先已經跑得過去啦，係咪仲有呢一份都未食？唔係啊，就係咁嘅咋，真係得咁多嘅咋，佢咪放低咗半嚿，趁佢睇唔到，放少少先，趁佢睇唔到，放少少先，食埋呢嚿就得㗎啦 ，OK 嘛 ？OK 啦 ，OK， 走啦走啦走啦，快走啦！好啦，食多兩份啦，加油啦！喂阿女，你呢個好大嚿啊！你呢度食一半，我當你贏，好冇？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啲快啲 ！Hurry hurry！ 哇！又翻返嚟現場啦！最緊張嘅時候終於到啦！大家肯定好緊張，好想知道啊，究竟邊一組最多拼圖，邊一組用咗最少時間啦？先同大家報一報數先啦。頭先第二 round 嘅遊戲咧，首先完成到嘅就係爛玩派啦，所以有三張拼圖啦。跟住勁玩派就緊隨其後啦，有兩張拼圖。最後咧就係喪玩派啦，得一張拼圖喎。而綜合兩個回合咧，最勁咧有兩隊喎，都係攞到五張拼圖嘅，分別咧就有呢個爛玩派同埋咧勁玩派嘅。落後咗少少嘅就係一個喪玩派，只係得兩張拼圖咋。係啦，我哋而家咧為大家報埋數先，究竟佢哋用咗幾多時間去玩頭先嗰兩個回合嘅遊戲啦？時間走勢咧就喺我手上啦。喪玩派佢哋嘅分數就係7分11秒嘅。好啦，而勁玩派咧就係5分50秒嘅。
哇，其實勁玩趴同埋爛玩趴嘅分數咧，佢哋一差30秒時間咋，而爛玩趴嘅分數咧係5分23秒嘅。哇！咁搏命玩遊戲攞咁多拼圖為乜咧？就因為最後要砌好啲拼圖，要解謎。如果最快可以解到謎嘅話，你啊，即使係我哋嘅喪玩派都有機會扭轉劣勢，反敗為勝嘅。絕地大反擊！三組會以砌拼圖嘅形式去比拼，而現有嘅成績，最快完成嗰組可以減到5分鐘，第二完成嘅可以減3分鐘，最後嘅就只可以減1分鐘嘅咋。有冇得翻盤就睇呢鋪啦！大家準備好未？準備好。準備好，我數三聲，咁就一齊打開個袋啦！一、二、三。好啦，呢邊咧就兩隊咧，見到佢哋都有5張嘅拼圖嘅。嗱，砌啱之餘咧，仲要估中個謎語。係啦。謎語咧係會有一個歇後語嘅答案噶噃。呢邊得2張咧，真係有啲難啦。我呢邊上邊先。係。黑象真，佢黑色，同埋佢真人有6個點，系有6個點喺度。黑象真，黑象真，黑象嗰边都估到。OK， 我哋系阿茂醒饼，阿茂醒饼。咁歇后语系咩咧？冇嗰样，整嗰样。好啦，一二。我估唔到，其實你哋係攞最多拼圖嗰隊嚟嘅喎，都咁快喎，你哋有。即風頭火勢係咪？風頭火勢，歇後語係。啱唔啱嘅？歇後語，水火不容啊！啱嘅，點解係風頭火勢啊？緊要，我公布答案啦。其實係老公潑線啊，即係妻娘，妻子很涼快。唔係，其實我覺得好難，我覺得真係係咪唔係幾公平咧？我哋都係 random 咁樣派俾你哋嘅啫，係。難玩派減完5分鐘之後，佢真實嘅時候係得23秒咋。嗱，而我哋喪玩派係可以減3分鐘，變咗4分11秒。係啦。OK， 而我哋嘅勁玩派可以減到1分鐘，係4分50秒。呀！你哋逆轉成功啦！所以而家輸嗰隊係勁玩派，辛苦你哋啦！好啦，究竟是啲乜嘢咧？自己打開佢啦吧。打開嚟睇下先。哇！其實咧，我哋已經加重料噶啦。不過為咗令到你哋咧有一個更加非凡嘅餐飲體驗咧，我哋將頭先剩咗啲汁咧，準備俾勝出嗰隊係可以再加料落去。係啦。哇！好開心啊！唔公平咩呢個世界？係咯，唔公平。公平，上天公平嘛？只能夠講你抽到個歇後語真係有啲滯。我加啲辣椒醬。好啦。小心啊！我本身都食兩滴落去啫。唔覺嘅，我諗中間個餡已經卸。放碗派使唔使落啊？我哋好快咁嚟嘅，悠悠。悠悠啊！本身係我哋食嘅，咁我哋就加少少啦，咁樣。過咯喎！嗱，我真係小心嘅。你的手很震啊，我看到。好油啊，看看。好啦，好啦，咁啊，不如勁玩派，你哋可以慢慢享用啦。Cheers！ 真係好開心啊，好開心。都可以叫得咁快嘅。不如喺度食嘅同時。緊膠包啦，你哋。哇！咩味啊？哇！哈比啊！即係 wasabi 味啊！我咁樣食到 wasabi， 係好難得啊！其實辛苦你啦，幾個開心嘅體驗嚟。哇！真係好啱，我食完一啖係唔夠膽吞落去，要含住啊！依家我哋都要俾個大獎賞，我哋勝出嗰隊爛玩派。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獎賞啦！大家玩到身水身汗咧，都要下氣嘅，鋸唔鋸先？鋸！嚟嚟嚟，即刻開！乾杯！我真係恭喜你。不如咁啦，你有咁多，同我哋分享一下啦。當然冇問題啦，隨便隨便。快啲啊！快啲啊！係啦。導演。哇！大家玩得開唔開心？開心。Enjoy！ Enjoy！ 大家嚟，大家玩！希望下次再同大家一齊玩過。Yeah！